같아나는아픈건딱질색이니까正规二级收录曲 Fat 在发行一个月后逆袭各大音乐榜单，近期决定重返打歌舞台，女娃们首站来到 MCD 打歌，全员穿上学生制服，配上热血动漫风的歌曲，散发满满青春气息。而最吸睛的莫过于舞台上的超大熊熊，顶替因为身体因素缺席的舒华，身穿制服，戴上假发，再配上白皙皮肤，还真的跟我们忙内有点像呢。还有粉丝剪了个熊熊直拍，可爱到不行。舒华自从二月初暂停活动后，休息了一个多月，先前被粉丝捕捉到和陈柏霖一同现身纽西兰，疑似在拍摄新综艺。而舒华在20日回到韩国后，首个公开露面活动就是登上 MLB 首尔系列赛的开场表演。据韩媒报道，拍摄综艺跟 MLB 表演都是很久以前敲定的，舒华有充分时间可以准备。不过舒华身体状况尚未恢复，回归日期无法确定，那就希望乌里忙内可以快快康复喽。